Hello， 车市文化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呢，受邀采访第八届的唐宁茶调饮大赛。那今年主办单位唐宁茶这边呢，也邀请到了影星凤小月做示范的表演赛。那就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。可以跟大家分享2021年的 Grand Prix 这个 Twinings of London 这个 Mocktail 的一个大赛，然后刚刚开始我其实还蛮兴奋的。下午茶它就是其实最初应该是叫 Tea Time， 那我其实小时候对于 Tea Time 这件事情，就是如果在那边读书的话，小孩子大概三四点就下课，那回家以后呢就会有一个tea time，这个tea time呢，其中一定是包含，当然有茶，所以叫tea time，可是也会搭配一些点心，然后在可能在晚餐以前，有时候它可能甚至是晚餐，就是一个对小孩子来说，那当然我们在台湾，我们通常想到tea time的时候，都是可能跟朋友出去聊天啊，对，然后可能有一些 scones， 有一些什么 little pies、pudding 这样子的东西，我这次的尝试呢，因为唐宁这次在跟我接触的时候，我记得当天非常的热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既然要喝这个茶，我觉得我会希望，特别是在台湾这个环境，它可以有一些比较凉快清爽的感觉。然后因为夏天，台湾的夏天很多水果又非常多，长得都非常的好，所以想说那就用一些台湾的水果的元素来做，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叫仲夏俱乐部的一个饮料。其实它元素还是很简单，然后我希望它有一个清爽，然后跟可以让我们消暑的一个感觉。我觉得消暑在台湾特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现在夏天都越来越热了。哦，你也帮我拿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这边有三种果汁，一个是凤梨，当然你知道我们凤梨，台湾非常骄傲的水果，然后以及我们芒果一样，台湾非常骄傲的水果，以及我们的柳橙，台湾非常骄傲的水果。然后所以我就想说，这三个种类呢，或是搭配上太苦涩的茶呢，我觉得可能又有点太冲突，所以我这次就挑选了他们有一款的是 medley of mint， 就是很多薄荷的，的一个 medley 是什么 ？medley 有点像是一个舞蹈。对，拿出的我们的，先放些冰块。这是小月自己发想的茶谱，那今天是现场第一次在这么多大众面前来这个尝试看看。非常好，然后搭配。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帮我泡好了茶，谢谢，我就给大家放着，把它倒进这个。我以后会留哦。小月有一个拉茶的手法。对，这个茶要放的多一点点，我觉得，因为薄荷的茶其实很清新，然后，反而我放了一支。倒完。这水果有过筛过了。对，非常重要，因为芒果跟凤梨，它有很多渣，所以你。应该倒完这些水果之后呢，需要把它筛一筛。啊，我其实从来没有做过。要压紧吗？看前面。我还是很帅气啦。拿个杯子，来。喂，倒出来了。哇，这颜色一看就很好喝，很让人胃口大开。
好，然后如果能有一些新鲜薄荷搭配上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但是对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也喝给大家看。